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三藩市湾区嘅听众，你好，我系陈英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大会相当令人振奋，呢个系我哋美国每四年一节嘅大事，因为有好多来自不同背景嘅人，唔单止系政要啊，而且系不同族裔、不同阶层嘅人咧，发表咗佢哋嘅心声。你可以话佢哋系星斗市民，喺呢个咁难得嘅机会啊，广传同埋同全美国嘅人民，甚至全世界嘅人分享佢哋嘅感受。更重要嘅咧，就系向美国人解释，我哋应该选一个新嘅总统，去打出一条新嘅路向。今次嘅选择就好明显嘅，而且今次嘅大选咧，系比以前任何一次大选更加重要，因为美国从未试过陷入一个咁低迷嘅境地。我哋现任嘅总统就快四年啦，亦都成为全世界嘅笑柄。咁我怀疑我哋有啲听众咧，可能嚟咗冇几多年，又或者做咗公民都冇几耐，就唔系太留意边个做总统嘅。佢哋认为边个做咗总统都好咧，对佢哋嘅影响就唔系咁大嘅。加上我哋又面对疫情，好多人连份工都冇埋，讲咩都冇用。我都好了解我哋啲华裔移民，最重要就系搵两餐，安居乐业，尤其是子女教育。或者你边个做总统咧？系嘛？另外，我哋有好多移民，亦都冇投票选举嘅经验。有好多人咧，攞咗绿印之后，亦都冇申请做公民。咁有咩方法鼓励我哋啲华裔移民尽早申请去做公民呢？咁好多做咗公民，又仲未投过票噶嘛？我嘅答案咧就系，即管你有政治冷感啊，呢个冠状病毒嘅事件，令到我哋在美华人受到极大嘅歧视，原因就系呢个总统啦。其实喺本年一月初嘅时候，冠状病毒嘅新闻系从武汉传出之后咧，世界各地都已经开始有歧视中国人嘅新闻。呢个唔系净系美国嘅，咁有啲受害人其实佢都唔系中国人，佢只系亚裔。咁特朗普放手唔理，直至去到四五月咁上下咧，佢就开始用苛刻的字眼就踩中国，他直情就是将这个病毒定性为中国病毒。咁针对我哋华人的事件在美国亦都跟住增加，除非你从来都唔睇报纸或者睇电视，亦都唔用手机睇新闻，你冇可能唔知道呢个总统为咗竞选连任，将佢自己嘅处理失当就归咎于中国身上。佢直情讲过，佢唔负上任何责任。但是我很有信心，我们 99% 的听众智慧都高过特朗普的，因为你们个个都是有常理、有爱心、有同情心、有羞耻之心。我们做错事的话，我们会承担责任，这些是最基本的做人道理。正如我刚才说，各位要稳食，可能对上个礼拜这个总统大选的新闻就不是追得那么紧要的，所以我在这一集就归纳一下这次大会的重要信息。今次的大选是对特朗普的人格做一次全民投票。我们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上个星期四正式接纳提名的时候发表演说，他勾画出美国现时面对的四大危机。第一就是病毒，第二就是经济，两者就不可以分离，这个一定的了。第三就是美国多年来的系统性种族歧视，又或者可以叫做种族正义。自从五月开始的全国性示威呢，就是因为由于那个黑人被箍颈致死而引发的。那也都加上社交媒体呢，有很多无数的例子在现实生活里面是诬告的黑人。这些实例呢，如果发生在三四十年前呢，就没有人理会的。第一呢，嗰陣時就冇手機，而且嗰個年代啲黑人同埋少數族裔都係嘅，佢哋係冇聲音嘅，佢哋有聲量，但係就唔受重視。咁拜登談到第四個問題，就係地球嘅氣候變化。
咁呢个问题咧喺今次嘅大会上边咧，就似乎唔系花好多篇幅，好多讲者都系集中喺疫情同埋点样挽回个经济。如果拜登做咗总统嘅话咧，气候变化呢个议题一定系会提升翻嘅。美国肯定仲会花多啲时间咧，同其他国家合作，因为呢个唔系净系美国嘅问题。今次嘅大会咧，除咗确保民主党多元化嗰种精神，前进派嘅代表声音就梗系桑德斯啦。咁我睇得出咧，大会主办单位就俾足面桑德斯嘅，佢嘅演辞咧系超过八分钟，系比其他讲者咧系多啲嘅。拜登作为温和派嘅候选人，佢确保前进派咧喺今次嘅大会上咧有足够嘅声音，亦都有年轻一辈嘅女性国会议员，譬如 Alexandra Ocasio-Cortez， 佢系代表好感言嘅女性，都可以话新一辈嘅前进派明日之星，亦都系特朗普经常攞嚟挖苦嘅对象，亦都有俄亥俄州前州长 John Kasich， 佢系一个比较温和嘅共和党人，更加知名嘅共和党人咧就系、是。小布殊年代的国务卿鲍华将军 Colin Powell， 他都差不多不用介绍五仔了，他一向都是批评特朗普的了。小布殊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很多人要求鲍华将军出来跟他争的，但是他就多次拒绝了。当时共和党里面比较温和的人士就觉得很失望，他很早已经说特朗普是一个国家的耻辱，他用的字眼就是 National Disgrace。 桑德斯也很早以前已经提醒过各位，他说特朗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人物，这个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有超过70位曾经任职国家情报局高层官员，包括中情局局长，在拜登演讲的同一日发出一封公开信，认为特朗普是不适合连任做总统的，他们是支持拜登。我们一会稍后呢就再解释一下这封信讲了什么。在今次的大会上呢，有好几个知名的共和党人物也都出来讲话的，包括 Matt Whitman， 我相信有些听众呢可能有些印象，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呢，他是竞选加州州长，他花了超过1亿2千万，但是都是输给民主党的布朗 Jerry Brown。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曾经是 HP 电脑和 eBay 的 CEO 首席执行长，亦都有 Christine Wickman， 他曾经是新泽西州的共和党州长。这班人不管他们是什么党派，其实他们是精英来的，他们亦都是有原则的人，所以他们要走出来反对特朗普连任。大会未举行之前，传闻小布殊有可能会讲回几句，但是他就没有出现，否则就会对拜登有很大帮助。小布殊的第一夫人较早的时候就对特朗普将非法移民分开他们的小孩子就感到极之愤怒，他认为这些是极之不人道的做法，他就上 Facebook 去炮轰特朗普。过去一两年，很多共和党的核心人物对特朗普敢怒不敢言，加上大选来临，越来越多共和党的政客开始出来讲话。今次的大会，拜登找到几个温和派的知名共和党人士讲话，亦都引来一些内部的反对声音，因为温和的定义就各有不同。譬如我哋头先讲嗰个 John Kasich， 即曾经做过俄亥俄州嗰个州长，佢系唔支持妇女有堕胎嘅选择，亦都系反工会嘅。咁但系同时咧，佢亦都有佢嘅追随者，佢能够帮拜登嘅团队讲嘢嘅话，就可以拉多啲共和党票。如果拜登嘅策略系一定要跟随纯正嘅意识形态咧，咁就会吓怕嗰啲比较温和嘅共和党选民。特朗普他那群核心的支持者呢是占了成 35% 的，这班人呢拜登讲些什么东西他们都不会支持，
拜登的民调仍然都是占上风的，所以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